好，你那个站在这个位置，给我体会身体带球的感觉。每一次重心，手不要发力，手放松。你看，手在这个位置等我。你去发给教练，教练给坐下，给你看一下。发一个上旋球，你看，不要发得太快，你看，对，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过来，你看站在这个位置，用身体去打球的感觉啊，不要用手，脚底蹬的那种感觉，我手不要发力。你看，这用不到身体，你看球出界了，你用到身体，球是不会出界的。你看，全部用手，球就出界了。慢一点，慢一点，你看手一发力，球就出界了。身体去控制弧线啊，你看我身体要把弧线打低啊，对啊，对啊，来找位，你看身体要把调整那个弧线，不是用手去打，用手去打你是控制不住的啊，要调整把那个弧线打低一点，对。用身体去把那个弧线打低的，来再等一下球，啊，绷着吊一点，啊，打球靠哪里去打？身体啊，你体会到身体去打球没有？对。还控制不好球，对，身体，来，你身体去控制那个球，不要用手去打，要把那个弧线打好来，是吧？每一板就感觉到这个球打出去很舒服，力量很集中，很有数，还是用手多啊。对，你看还是用手啊，又是用手了，来我翻慢一点，对，身体快点，干脆一点，用重心来控制球，对，用重心来控制球，来往前往左，往前往左。往前往左，把它弧线控制好。这个用身体控制球的训练方法非常适合我们广大的业余爱好者跟那个青少年。你只要学会用身体去打球了，后面再练下旋球的话就非常好，对吧？好，关注我，学习更多的乒乓球知识。